Hi everyone, 我是李老师。In this video, you will learn or review asking basic questions and how to answer them. Let's get started. 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加拿大人。你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我姓李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小安。你是学生吗？你是学生吗？是，我是学生。我不是学生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，我有两个妹妹。你家有几口人？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我爸爸妈妈，两个妹妹和我。你家人做什么工作？你家人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老师，我妈妈不工作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我爸爸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我的朋友。